孟子公孙丑章至上。五，孟子曰：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事皆锐而锐，立于其朝矣。是察而不争，法而不禅，则天下之商皆锐而锐，藏于其事矣。官积而不争，则天下之旅皆锐而锐，出于其路矣。耕者住而不睡，则天下之农皆锐而锐，耕于其野矣。禅无夫礼之步，则天下之民皆锐而锐，为之猛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养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子生民以来未有能继者也。如此则无敌于天下，无敌于天下者天立也，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。六，孟子曰：人间有不忍人之心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任之掌上。所以谓人间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触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邀日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生而然也。